全部重刷的外立面墙更好地保护房屋免受环境伤害。有设计感的外墙装饰砖增加房屋美观。厨房与客厅去掉一面墙，增加了开放空间。新增设的 Island 打造开放式新厨房，摒弃传统的壁炉造型，添加了线下最流行立面贴砖。全新 Engineer Wood 地板耐磨，防水易清洁，去除传统书房阴暗感，增加书房明亮度。更换传统主卫客卫用具，干湿分离划分清晰，空间搭配更时尚。Deck 升级为全新 Composite 地板，搭配现代风格 Railing， 完美户外空间享受。内部建筑面积约3200平方尺，内墙全部重新粉刷，优选当下最流行色板。第二小厨房让朋友聚会更显轻松愉悦，这样改造后的独栋别墅你会喜欢吗？